Hi， 又到生酮感受，讲健康，讲生酮的部分。Hello， 很多人讲到生酮的时候就会说啊，戒糖好难啊，或者是吓唔食得粥粉面粉，唔食得生果，吓咁人生仲有咩意义啊？咁样，但其实咧，你谂深一层咧，点解粥粉面粉同埋生果甜品会赋予你意义呢？是不是因为你由细食到大，咁所以你习惯咗？嗱，我想问啦，你对上一次 crave， 即系突然之间有铺瘾，好想食呢个菲律宾名菜系几时？又或者话好想食呢个秘鲁嘅 ceviche 系几时？其实如果呢样嘢本身由头到尾并冇喺你嘅 system 里面出现过嘅话咧，其实你系唔会 crave 呢样嘢嘅，即系话你唔会突然之间有一个按耐不住非食不可的那种的欲望出现。那为什么那种食物会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出现呢？正如我刚才所说，我相信大家不会有一个很想吃菲律宾那个名菜那个醋鸡，又或者说想吃秘鲁的 ceviche， 是因为你由细到大没吃过。正如如果你没有吸毒，你不会有毒瘾一样，其实糖瘾是几时产生的？就在我们细个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在我们做啱嘢，又或者我们读书考得高分的时候，他怎样奖励我们？你记不记得？你可能不记得，但你出街必定会见到的，就是买糖给你吃啊。除了玩具之外，就是糖的了。所以即使我们现在长大成人都好，我们觉得自己很辛苦，我们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，我们是时候要慰劳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做的事，我们买东西长自己，我们吃甜的东西。为什么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会想吃甜品？为什么你心情低落的时候，累的时候你想吃甜品？明明脂肪可以提供 so much more calorie， 明明脂肪可以给你更加多的能量和能源， gram per gram， 即是所谓的 apple to apple， 大家黑对黑咁样去比较，其实脂肪系提供到九个 gram 嘅 energy， 即系九个 calorie， 但系糖同埋蛋白质只有四，明明识计数嘅脂系多一倍有多嘅，咁但系点解你个心瘾都喺度？咪就系因为细个嘅时候，爸爸妈妈俾我哋嘅奖赏机制咯。如果你由细到大都冇食过甜嘢，你的人自然就不会是这样，自然地你不会突然之间我一定要吃可卡因，我突然之间要吃海洛因，我突然之间要吃冰毒，不会的。正如我不会想吃烟一样，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吃过烟。所以作为父母，如果你现在听到这个节目，你了解了什么叫生酮饮食之后，你不要 当它是一个手段，就是，我为了要减肥，所以我就生酮，但跟住繼續俾自己嘅小朋友飲紅色嘅可樂啦，飲加咗好多依個糖分嘅果汁啦，同埋獎佢食糖果，反而係鼓勵小朋友食真正大地生長嘅食物 ，clean keto 係難噶，因為我叫你食嘅係牛扒啦、豬啦、雞啦、雞蛋啦、三文魚、牛油果、西蘭花，但其實如果你由細到大食嗰啲嘢嘅時候，你自然就會愛上嗰樣嘢。正如如果你係潮州人，你細個係成日食潮州魚蛋粉嘅，你而家久唔久你都想食一樣。但我冇嗰個癮噶，因為我細個冇乜點樣食魚蛋粉，所以你要諗翻你細個嘅時候嗰個獎賞機制係點樣形成。我不是说我们人体不需要有这个吸收糖分的时候，可能会有的，就是当你脂肪已经用到尽的时候，你可能真的会很想有些糖，因为对他们的 instant energy， 但是我们不可以这样长期依赖它的，我们长期这样依赖糖分，不断地用糖分，你的脂肪不断地积聚，跟着你的胰岛素的抗性越来越高，你的身体不会好的。所以是时候看一看，其实身体层面为什么你这么难控制你吃些什么，就是因为背后有情绪的原因，
是你的身体的奖赏机制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